Hello， 世界上最棒的永续城市在哪里呢？就在阿布达比，英国建筑师 Norman Foster 所设计的 Masdar City， 没有垃圾，没有汽车，没有排碳量，整个城市用围墙围起来，可以居住47000多人，可以经营1500家商店，所有的电力都来自太阳能发电，所以建成的第一步就是新建一座完善的太阳能发电厂。那么这个 Masdar City 也会利用风力发电将凉爽的空气打进街巷里面，缓和炎热的天气。 Masdar City 里面没有汽车，靠的是公共交通网，第一是轻轨列车可以连接 Masdar City 和阿布达比市中心还有国际机场，第二是人行步道还有脚踏车道，第三是个人式的快速车舱，公共交通网非常的紧密，所以任何人在任何一个点200公尺内都可以搭乘到公共交通工具。 Masdar City 里面的食物都来自城内生产的农作物，而 99% 的垃圾都会再回收或堆肥，废水也会经过再净化而使用，或者是呢提供灌溉。 Masdar 在阿拉伯语里面代表 the source 源头，所以 Masdar City 希望成为世界上引领未来能源的中心，同时也是未来城市的典范。